叫安娜，是个骨子里十足的小资。那时候的她，即便穿着短两寸的衣服，即便吃着榨菜炒青菜，她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的。她给妹妹扎冲天辫子，并且穿上妈妈仅剩的一件水红色高档旗袍，在镜子前扭来扭去。他看的书都是不合时宜的，是被时代批判的。什么《红与黑》啊，《牛虻》啊，《哈姆雷特》呀，还有《安娜·卡列琳娜》。他常发的哀叹就是与安娜同病相怜。他唏嘘的就是安娜最后毅然决然奔向火车的壮烈。最动人的死法就是一头撞向火车，四分五裂的不妥协。高中的时候，安娜遭遇了她的初恋，她的同班同学，也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小子。那个人好像更不行。两个同命人在一起擦出了倍儿亮的火花，他甚至教安娜德语，相约大学毕业后一起到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去读博士。只可惜十年浩劫，把两人原本读博士的时间都拿去种地放牛了。在安娜皱着眉头用手团着牛粪烘干了当过冬柴火的时候，他正在山间的水田里噼里啪啦使劲儿地把蚂蟥拍出小腿肚子。安娜回城的时候，第一次觉得以前憎恨的省城竟这样可爱。和乡下的煤油灯比起来，这里的电灯像个小太阳。他早已忘记了大上海的霓虹灯是什么样的了。安娜进厂当学徒没两天，厂里人事科长就很有私心地将自己的表侄子介绍给她。原因是安娜在一群刚从乡下出来的老姑娘里出类拔萃，皮肤雪白，说话如诺，相貌嗲得像周旋。安娜到现在还跟我说，我是害怕周扒皮报复我，如果我不跟他侄子谈，他就不给我转正。你就是王贵啊？是啊。你是大学老师吗？对呀。教英国文学的？没错啊。我听说你是周科长的侄子啊。表侄儿，他是俺妈的小表弟。哦，你们俩长得可不太像哈。俺婶也那么说，俺婶说我们俩长得像兄弟。你婶子肯定没好意思说谁是兄谁是弟。你到底是哪年的？我属狗。46年的狗还是34年的？46年的狗。安娜一直对王贵的年龄抱有怀疑，而这怀疑最终成了王贵打起头就不诚实的罪名。他总说王贵有撒谎的天性，明明当时认识他的时候都有39了，可硬冒充27。俺听俺叔说你爱好问鱼，是厂里宣传队的骨干。厂里女职工少，是女的都要参加，要不然凑不出一台样板戏。你在大学里学什么呀？英国文学，莎士比亚。
莎士比亚。嗯。那你对戏剧很有研究喽？咦，俺可爱看戏了。我跟你说哈，小的时候哈，在俺们农村，只要有演出，俺们就追着几十里地去看呐。哎，俺们那个地方演出哈，就像过大年似的。哎呀，人山人海可多了，净是人脑袋瓜子。可是俺小啊，就像那个泥鳅似的，自由钻进去，钻到后台看女演员换衣服。你们那儿也能看到样板戏，看到京剧哈？哎，不是，那是越剧。不是，不会是昆曲吧？咦，豫剧，河南豫剧，河南梆子，你没听过啊？咦，咋有名的戏你没听过呀？花木兰，听过没？我给你唱，我用花旦唱啊。刘大哥讲话理太偏，谁说女子像清闲？男子打仗到边关，女子纺织在家园。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伙山，那千针万线都是他们练。这是花木兰，还有山沟。小王同志，啊，我觉得你可能不太了解我的情况。我已经26岁了，家里面成分也不太好。我父亲家呢是大地主，我母亲家是大资本家。我自己下放6年没上过大学，所以思想低，这个水平也低。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可能不太合适，我怕我会拖累你。你这些情况，俺叔都跟俺说了，俺不介意。我介意。我是这样觉得，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跟您志同道合的人。其实起初我就不太想来的，我推却不过周科长几次介绍，今天来呢，是想当面跟你把情况说明一下。你看时候也不早了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这都几月了，你还穿这么厚的衣裳，没人照顾是不行。咦，叔啊，俺就这一件衣裳，上次相亲那个褂子还是你借俺的。你看看你脚上这双袜子，都成丝瓜了，啊，都工作几年了，你咋连双像样的袜子都没有呢？你真是。来，把你叔这件衬衣拿去穿吧。好歹也是看人家姑娘们打扮体面点，别让人家相不中咱啊。婶儿啊，叔啊，俺把工资都寄到家里了，家里兄弟姐妹多，就指着这点钱过日子。这次见着安娜感觉咋样？这人还是不错，就是年龄大了。叔，俺不想谈了，不想谈。咦，你这是干啥？人家又怎么不如你意了？要相貌有相貌，还是高中生。叔，俺觉得他可傲，可骄傲了，他都不正眼看俺一眼，弄得俺心里可难受了。那叫矜持，人家大姑娘第一次见面就跟800辈子没见过男人似的轻浮，这样的女人你敢要？我当年在那么多学员里边一眼相中安娜，就是因为她稳重。这样的女同志放在家里放心，人也长得俊，下过放，吃过苦，和农民摸爬滚打那么多年，一定不会嫌咱家穷。我看这姑娘不错。咦，这好那好，你咋不跟她谈？什么人都往我这儿推，当我收烂白菜的呢？见了。哎呀，谈恋爱谈恋爱，谈成了就是夫妻，谈不成，不可以做朋友吗？有什么好生气的呀？
他怎么你了？怎么生气？一个学英国文学的，连莎士比亚戏剧和地方戏都分不清楚。你没见他长得那个样，八字眉，三角眼，大龅牙，一看那个衣服，明显大一号，肯定是问别人借的。真受不了！我最受不了的气质就是土。谁是莎士比亚呀？跟你也没有共同语言了，不跟你讲。 我看你呀，永远找不到共同语言的人了。有几个人知道莎士比亚的呀？我看现在的问题是，不是你忍受不了人家，是人家忍受不了你。看看你的脾气，再看看你的年纪，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第五个孩子都在肚子里了，还挑三拣四，有人要你就不错了。 咦，叔，婶儿啊！哎，俺想起来了，临走前吧，他跟俺说了句话，他说俺俩不合适。俺想，这是不是拒绝了？哎，我说王贵啊，你也忒实诚了点吧？啊，什么叫合适不合适的？你得处啊，处了才能知道合适不合适啊。这俩人刚见一次面，你就觉着不合适，那算死了不合适，那叫啥？那叫一见钟情。 女同志啊，都抹不开面子，他嘴上拒绝你，心里不定多乐意呢。你这条件，他哪儿找？啊，党员，大学毕业，三代贫农，这马上还要到广交会去当翻译，以后还有机会出国。他拒绝你，那叫以退为进呐。你今后在他面前多拿出点你那男子汉气势来，这该拉手的时候你就拉手啊。哎，你看着点，看着点。 咦，他那天走的时候啊，没说啥时候再见面啊，那都咋追呀？这个我想办法。哟，小恩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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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坐了，那个我正在上班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的，这个下星期日啊。 沈丹兰和咱们八一男篮啊有场篮球比赛，我呢这有两张票，一张我给了王贵儿，还有一张啊，给你，你们俩去看。我下个礼拜天要加班，可能去不了吧。这个这个这个你不用着急，我跟你们组长说了，让小李顶你的班，你尽管去，好吧？不是，我主要是我对篮球比赛不太感兴趣，而且我看不懂。 正是因为你看不懂，所以你才要去啊！这不刚才工会主席还跟我说，让你们文艺宣传队跟篮球队搞一个有关体育的节目，十一要演的。你这文艺骨干，什么不懂怎么行？这个票一定要拿着啊！我先去开会了啊，准时去啊！再见。 回来啦，怎么又虎着张脸啊？啊，老没笑脸。我生了你呀，就像欠着你似的。周科长，硬是要给我一张票，要我陪他侄子看篮球比赛。不是挺好吗？你反正闲着，干嘛不去啊？我对那个人就没好感，我不想去。行了，来帮帮我。 把针给我拿过来。你为什么看不上那个人啊？就因为他长得黑，长得土，是乡下人。其实啊，你心里想什么，我知道。那个刘波倒是不土。 长得像个小白脸，也是城里人。可我跟你说啊，他爸爸是蒋介石的医生，妈妈呢跟人跑到台湾去了，他自己
听说也跟大队书记的女儿搞亲热些。哎，你说说，你自己看上的是什么人呢？你别乱讲啊！那我几时看上刘波了？那我跟他就是同学关系。但我看不出来啊，一个拉琴，一个唱歌，同学关系，什么同学关系？能一盒月饼捂到快长毛了，自己也不吃，给你送过来。找丈夫，就是找靠山，不是找一个拉琴唱歌说闲话的。在这点上啊，我看王贵比刘波靠得住。再说了，你还没跟人家交往，怎么就知道不喜欢了呢？以后也许就喜欢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们那个周科长也真是的，小青年谈恋爱看什么篮球啊？要看，也得看电影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不管看什么，我都不会跟他产生感情的。我要挑一个我自己喜欢的，因为我坚信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能长久的。爱情是什么，你懂吗？啊，爱情能当饭吃啊？我跟你爸爸，从出生到结婚，一共才见了三次面。不是挺好吗？再说了，爱情也能在生活当中培养的。你跟我爸，你们呀属于门当户对，一个大地主，一个大资本家，要荣一起荣，要打倒一起被打倒。你们两个当然能培养出感情。我跟那个人，算了吧。我跟你爸爸结合啊，就是为了家族责任，什么爱情不爱情的。要说爱情啊，我早就跟那个唱沪剧的小生走了。人啊，不能顺着自己的意思，要现实。我看你啊，跟王贵挺般配的，他是大学生，你是高中生，啊，他有才，你有貌，他从乡下考到城里，你从乡下调到城里，他大男，你大女。我回来了，妈，姐，回来了。一队的票，家里怎么会有这么难搞的票？哪儿来的？姐姐对象送的。那你要喜欢的话，那就送给你吧，拿走吧。谢谢姐，姐你真是太伟大了。别胡闹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有票喽，不是给你看的。哎呀，也好，让老七去看看。这个让你这么讨厌的大学生到底是个什么样？妈，你看你这被角缝的大大小小的，跟你说好了，已经很好了啊。想当年我们家保姆就七八十来个，我哪干过这个呀？剥削阶级。我是劳动人民，我改造好了。被改造好的劳动人民。对他来说，就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里面的涡轮司机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安娜会悄悄打开自己那个带锁的小盒子，安娜翻看刘波给她写来的一封封缠绵浪漫的信。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安娜的内心才是充满激情的。我一直在等着你。因此，她相信刘波会在关键时刻出现，挽救他于水火之中。虽然这个刘波只能隔上大半年才能从遥远的乡下偷
偷偷跑到省城来和他见上一面。安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们一定会去歌厅跟大学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在一起的。走了，等我。同志，你是王老师吧？嗯，你是？我是安娜的弟弟。哎呀，你好啊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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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走。哎，他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挺好的啊，很老实，人看上去还挺好欺负的，非常适合我姐。你怎么知道人家老实啊？哎，散场之后他非要送我回来。我说不用了，可是他还是一直跟到大院门口。他竟然不怎么爱说话，得你问一句他答一句。那我让你问的那些你都问了吗？问了，他家里面几口人，父母在不在，排行老几什么的。他怎么说呀？嗯，家里面有八九个孩子吧，反正和我家差不多。他排行老大，父母还都在，还下田呢。哦，他在家里也是老大呀。嗯。能把老大培养成大学生，说明他父母挺不容易的，挺有眼光的。嗯。叔，婶儿啊，俺真的不想谈了，他看不起俺。他又怎么你了？他没去呀，也没给俺打个招呼，害得俺在大门口站了半天，球赛开始了好几分钟，俺才进去。他没去。那位子就这么空着？没有，他弟弟去了，后来才知道是他弟。这个人不行，很不好相处，周末不透。俺想了，强拧的瓜不甜，算了，不谈了。哎，我怎么想法跟你正相反？我觉得这是人家姑娘已经相中你了，拿不定主意，请家人相看相看。大姑娘拿不定主意，请小舅子把关。那当年你婶儿也是这样对我的呀？哎哎哎，那可不是我的主意啊，是我娘，她不放心，非让我弟弟去她相看相看。
哎，那他弟弟有没有问你啥呢？问了，啥都问了，问俺爹，问俺娘，问俺兄弟姐妹，恨不得俺祖宗八代他都问了。这就对了嘛！当初我弟弟呀，也是这么问你叔的，不然我怎么好意思问呢？对吧？管人的经验，你听我跟恁婶的，没错。咦，那下一步怎么办？怎么能对上火？哎呀，你都27岁的大人了，怎么谈个恋爱这么费劲呢？那干脆我把姑娘直接给你送屋里去得了。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想，你自己主动找人家，你不能老把我架在中间啊！你这。你呀，就请他到宿舍来打牌，下放知青没几个不会打牌的，大家一哄就热闹了。哎，王贵，要不我说你请他逛街吧，这女孩子呀，没哪个不喜欢逛街的。你也不中啊，我没钱呢，没钱。哎，我说，干脆啊，周六晚上约她去咱们校礼堂看卖花姑娘得了。哎，这主意不错。哎，票很难搞啊，一个戏才几张。哎，王贵，这个不错。王贵，这主意不错啊。这个办法好得很呢。小王，什么事儿啊？主任，我想要2张周末的卖花姑娘票。2张票？为什么？谈对象是吧？好啊，啊，好事儿。也不算谈对象，交朋友吧。没问题，给你2张票。大龄青年，我们一定要照顾。哎，我这2张票就让给你了。小伙子，好好的谈，我呀还等着吃你的喜糖。谢谢主任啊，谢谢主任啊。找我什么事儿？俺来给你送电影票，后天星期六学校礼堂，你可好看了，卖花姑娘。我礼拜六要加班，我去不了。胡说，你下午5点就下班了。反正电影是7点的，俺5点来接你，后天见。姐，你对象吧？我不认识他。不认识？不认识给你送电影票啊？还卖花姑娘？我卖花姑娘。来来来，吃。哎，蒜。我不吃这个。咦，这个可香啊。嗯，快吃啊！你慢点吃，小点声。爹，慢点就凉了，凉了就不香了。快吃吧，快吃，快吃！
你咋不吃了？我不太饿，吃不下。哎呀，这不是浪费吗？你这个面，要不我替你吃。觉得不太舒服，我不想干了，我先回去了，再见。哎，啥呀？王老师，王老师，王啊，哟，这你对象吧？我们刚听黄书记说啊。是啊。哎，王老师，你也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？啊，他叫安娜。安娜，安娜，安娜，安娜卡列尼娜，原来是你演的呀！哎呀，你别逗了。马上电影开演了，走吧，咱看电影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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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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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娜到家就趴在被子上哭，不知道是哭卖花姑娘的命运，还是哭自己。好好的出去看电影，怎么哭着回来了？妈，你也别劝了，我就是这辈子不嫁。我也不会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。他又怎么欺负你了？你没见他吃饭的那副馋相，简直见饭不要命。吃饭的速度比龙卷风还快，吃饭的动静简直比轰炸机还大。哎呦，吃相可是教养啊，在女朋友面前都不顾面子，说明这孩子从小就没吃饱过饭。你真不想谈了？不谈。要真不想谈，也要好聚好散。他叔叔不管怎么说是你的直接领导，要是我们不懂礼貌，得罪了他，不给你转正怎么办呢？那你说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下个星期天我出面，让他来吃顿饭。要拒绝的话，我来说。我们家长不同意，他有什么办法？那你找什么理由啊？这个你就别管了，妈妈自有分寸的。喂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王贵老师在吗？哎哎，王贵，我说你这来来回回跟驴拉磨似的干嘛呀你这？啊？呀，明天呢我要去见俺丈母娘，头一回见。你们说我该咋办呢？哎呦，这是好事儿啊！是啊，那你哥要好好打扮打扮。嗯，哎，王贵，来，来，这我新买的皮鞋。啊？过来呀，不合适吧？坐下，穿上。哎，哎，试试试试，试怎么样？咦，有点大了吧？大不怕，关键就是怕穿小鞋。嗯。咦，你看你头发，没型没样。我叫发蜡，明儿出门的时候把发蜡打上，漂漂亮亮出门。嘿嘿，哦，对了对了，这衣服可不行啊，这衣服怎么能去见丈母娘呢？嗯，这得换一件啊。哦，对了，隔壁小上海刚买了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衣，一会儿我帮你拿过来。呀，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，
你不能空手去。对，不能空手，你得买点礼品。哎呀，这认识没几天合适吗？哎呀，你听我的，没错。那俗话说得好吗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嗯，哎，你多大年纪了？不能再等了，过这村就没那店了。是啊，得下本儿。对，那卖点啥呀？哦，我这有七尺布票，本来是跟我妹妹扯件衣裳的，你先拿去用，给你对象买身衣裳。等你老婆到手了再还给我。谢谢啊。哎呀，红儿，我这有全省的粮票5斤，你去拿点，拿去买点糕点，什么烘糕啊、麻饼之类的。对啊，去去去，麻饼老太太能吃吗？那牙咬得动吗？买绿豆糕好。嗯，绿豆糕。哦，对了，问一下，他们家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啊？有啊有啊。哎，依我说有门，走群众路线，先把小姨子给哄好了。对对，那就送点白糖。哎，你那儿还有糖票吗？哎，我哎哎，依我说啊，送糖票可不如送邮票。哎，想想老太太多喜欢邮票，送邮票实在。咱找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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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王贵，给。让九妹带你家去吧。你先拿回家，我替你解开。哎，啊，手多脏啊，我刚洗干净的衣服。别这么拧了，你会把衣服拧坏的。我不要你帮忙，我自己来。这样，你拧，按筛，人多力量大。姐的猪八戒来了。
啊，人呢？跟姐屁股后面跑了。这个男人真是的，丈母娘的马屁不拍，光拍女儿有什么用？哎，九妹，你帮妈把炉子看着啊。嗯。妈去看看。好。这个人啊，像不像你姐说的那么糟糕？看了吗？来，赵莎，来，我明明拿了十个卡子呀。找不着了，啊！哎，这，给我，你给我。臭丫头，还说不喜欢呢，都打情骂俏了。亲爱的祖国。